考驾照真是挺让人紧张的，有些考生的紧张是一目了然。近日，一位女子考驾照时自我鼓劲的视频走红网络，在车内监控记录的画面中，女子手握方向盘，不断地安慰自己不要紧张，并开启自我语音提醒模式，慢点慢点，稍微回点方向，往右边，最终她顺利通过考试，优等生无疑。